娜娜，今天公司不忙，吃完饭你打算去哪儿？，谢谢你看一下菜单，你得陪我。对不起，我请别的服务员来帮两位服务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态度？瞧不起人啊？还是想赶客人走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就点菜吧。那请您看一下。娜娜，看见他也没有什么食欲，要不我们换一家餐厅吧？换什么呀？既来之则安之，除非啊，你心里有鬼。为了证明我心里没鬼，你点。小姐，请点餐，你看着办吧。四菜一汤，配不好我可不给钱呢。这还废什么话呀？好吧。小高，这桌客人要我帮他们配个四菜一汤，我怕配不好，你帮他们配吧，这个我帮你送。好吧，七号桌，就你刚刚点菜的旁边那一桌。哦，好的。娜娜，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你们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有没有烫着两位？烫是没烫着，关键是我们点菜的时候他就爱答不理的，现在又把汤洒我身上了。有这样的服务员，以后让我们怎么来你们餐厅吃饭呢？你看看你，第一次接待客人就闯祸，还不跟客人赔礼道歉。拿去看病，免得以后受我欺负。走，少军，我们换一个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去给手上上点药吧，这工作不适合你，算了吧。安丽娜实在太可恶了，以为有钱了不起啊？还有那个少军，真够混蛋的，看你烫成这样也不帮你说话。算了，贝贝，我都不生气，你还生什么气啊？我能不气吗？你看你这手，都烫成这样了。其实都怪我自己，当初看到他，我就该躲开的。躲什么躲啊？这又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等有机会，我非好好修理他们不可。哎，算了，贝贝，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再给我惹事儿了，我不想再生任何是非了。好，你看你就是这样，以后你的事啊，我不管了。贝贝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有你这个朋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知道就好，我看你也别去外面找工作了，来我的美发院帮忙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又不懂弄头发。不懂我可以教你啊。算了，我手可没你那么巧，这行我做不来。你放心，我会找到别的工作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帮我妈做饭了啊。哎，你手烫成这样还能做饭吗？我妈她一个人照顾我爸，还要买菜做饭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得回去帮帮她。这样吧，过几天我去看看你爸爸，顺便陪陪他老人家。贝贝，你真有心，谢谢你啊。什么话呀，当年我开这美发院还是你爸借我的资金，他还鼓励我要好好做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所以我把你当亲姐妹一样。我更不允许我的好姐妹被人欺负。你这说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这站的都是什么呀？少军，你帮我拿点面巾纸来。少军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，不会是在想什么人吧？哼，我能想什么人？除了想你。丽娜，大早去公司上班，是你提议的吗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当你的眼线监视我呀？我才没那闲工夫呢。再说了，谅你不会也不敢背叛我。这倒是让你说对了。你又叹什么气呀？我是在想，如果大嫂去公司不是你提议的，那就应该是爸让她进公司。表面上爸让我回公司当副总，其实心里边处处提防着我，对我很是不放心，所以他才让大嫂去公司好坚守。哎呀，你想的太多了，爸不是那样的人。其实我也挺赞成大嫂去公司上班的，大嫂这个人工作能力特别强，在家当家庭主妇实在是可惜了。况且她进了公司不是对你也有好处吗？你们可以相互帮助啊。帮助？你觉得我现在需要帮助吗？我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好，老爸交给我的事情我都能完成。我知道你工作能力强，可大嫂她不是自己人吗？有她帮忙不是更好一些吗？哎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阿丽娜，你给我下来。阿丽娜，什么声音啊？阿丽娜，你快点下来。阿丽娜，丽娜，你别躲了。哎，你快给我出来。怎么跑到别人家里来撒野来了？你快走。我今天是来讨公道的，没有见到阿丽娜我绝对不走。哎，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少奶奶，是她。又是你啊。安少奶奶，范大小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可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，是来找你家小姑子的。她有什么事惹到你了？哼，她敢惹我？那个女人只会挑软柿子捏，只有成化那种烂好人才会忍她，受她的气。又是小成，你说完了没有？小成怎么了？她来你们家当保姆，工作勤快又认真，偏偏你们拿保不当保，把她赶走也就算了，她都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你们还要欺负他？你乱说什么呀？我乱说？我说你们安大小姐欺人太甚，居然拿热汤泼我们家成化，把他的手都烫伤了。怎么样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欺人太甚了。那麻烦你拿证据出来好不好？谁欺人太甚了？就是你，大小姐，你终于肯露面了啊！还有你，负心汉。又是你？你又来撒什么野啊？我撒野？那你拿热汤泼人又算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是来给陈化出气的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要替陈化讨个公道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想怎样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吗？这是一锅热水。啊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学你在餐馆泼陈化一样，拿这锅热水泼你，让你尝尝被烫伤的滋味。你敢你！这个疯女人啊！哎，少君，你怎么样了？少君，我的意大利进口沙发谁弄的？你弄的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臭女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拉手！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要钱，我也有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让他走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娜娜，当心自己的身体。娜娜，你现在怀孕呢，不能这么大哭大闹啊。我没事。娜娜，你小心动了胎气呀，娜娜。这个臭女人，她气死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问了，小军，快扶她回房休息。我居然跑到家里来欺负我。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啊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怎么样，你肚子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想应该没事。哎，没事就好。娜娜，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人斗气。我就是气不过嘛。那个小程只会表面上装可怜，背地里却叫人上门来羞辱我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嘛。哎，好好，不生气了啊。这事儿我一定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你要记住了，你现在肚子里有我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把他保护好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，听到没有？
程焕，欢迎欢迎，快进来进来。哟，伯母伯母，哎，这是我和美美给伯父买的蛋糕。哎呦，来了就好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谢谢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啊啊，坐。哎，美美，跟我进来啊啊。来，伯母。坐坐坐。爸，这是美美，小勇的女朋友。伯父，我是美美。小勇要是结婚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？美美，可以叫爸了，先练习一下。贝贝姐，不拿我开心。美美害羞着呢，不像你，皮厚。哎呦，我是替他们的婚姻大事着急嘛。贝贝呀，你还是先替自己的婚姻大事着急吧。伯母。哎，贝贝，美美，你们还没吃饭呢吧？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家吃啊。谢谢伯母。好啊，那我们吃完饭一块儿切蛋糕庆祝伯父出院。听见了吧，老头子。美美，来跟阿姨到厨房去帮个忙啊。我过去了。走，我去了。爸，伯父。